把我推下去，拜托。推下去可以。哔哔，这次不是彪哥和华华啦，林依人携手刘品言、郑元畅一起入主全新实境节目，三人要来角逐社长头衔，开着旺财号到处卖东西。我自己有先报名，是因为我是安全的高速驾驶，所以我想说，如果可以很快到达目的地的话，我就会举手说我先开车这样子。对，本身我很像个教官，所以呢，我刚刚有评断了一下，是是是，以后长途呢，大部分就是我跟李明来带，对对，小众用户呢，负责那个康乐娱乐的部分。是，你可以麦克风就交给你了，这样。我会不会看他在节目中突然讲这些不该讲出来的？完全不会啊，那就是剪掉就好了。而且我们三个其实基本上都是大炮型的，对，所以基本上就有80%的私下聊天的话都不太能说。对。希望我们在播出的时候，大家可以顺便看一下我们的幕后花絮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很有默契啊！看着这三人的默契，已经太期待播出了。而说到他们要用什么来吸引观众，没想到竟是这个。我们主打口水。我们就是卖吃的，吃的一定是让大家流口水，对，流口水。然后主打就是帅哥美女，所以也是让大家就是流口水的部分。然后我每一次都还有不一样的特别来宾，对，比如说 Tom Cruise 啊，喂，我说就去看他的电影不行吗？有一些口袋名单已经可以提供给制作单位了，就请大家敬请期待。对，这种的，这个名单成真就真的太狂了。